西安抓鬼。今天看阿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可以怎么样分辨七年级跟八年级，七年级就是吉安，八年级就是什么你知道吗？燕你知道是叫什么？哎，看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胖虎啊。先把这只除掉了，我是怕威力太大，平民三到五应该是不会太大。哦，四 combo 可以，所以我再弄个五 combo 应该他就再见了。嗯，玩下手是不是太轻了？停！干！不是应付老太太过马路啊？会那个吗？我看，不会，我这样看起来 OK 啊，没关系，就是。就算这个局不是很漂亮，我们还是照旧不误。一百多万而已嘛 ，OK 啦。漂亮的叠座，漂亮的叠座。Perfect。 我要急着 这时候就把一波弄走嘛，隐藏三人，对啊，三人，我现在三人了，嗯，一百多万而已嘛，齁，干卡住。我决定让他锤一下，嗯，好像锤的还不太够，哎，再来一次，哦，没有恢复，节目效果。肥猪出现，我想要注意，哦，漂亮，我要的盘面就是这个了。龙卡，尽量哦，绿到整版都被你绿光光。这样，等一下有办法四 combo 吗？哎，开玩笑。我平民转租三到五 combo 呢，我想一下，可以一回合先消全版，如果没死，那我现在会再打，他血超饱的。好了，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好了，
就是对，没错，就是做两钢博就好了。哎，哦哦，我可以做三钢博，哦啊，算了，让他好了。因为我们有木屋啦，所以我基本上不是很担心的。嗯，看的威力会不会太强啊？七 combo 改手转，这对平民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四 combo？ 嗯，嗯哼，完全没伤害的七钢棒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动作，基本上叫我再做一次，我可能做不出来。嗯，对，没错，做不出来。嗯，基本上这边耗时间就对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今天都转得到七汤博，因为如果转不到，我一关要无鼠盾，一关又要消水滴回盾，有点难度了，好吧？无鼠要水，打火机，哎，缺火，没关系，缺火，就缺火，还好啦。这时候把珠子平均的打散掉，知道吗？六位，哦，有火了，有火，收火。嗯，看起来应该是轻轻松松了啊。这时候要做什么呢？龙科给开了去，坏！为什么要开龙科呢？伊人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开龙科吗？看起来是我龙科不会在这个时候开，就是你不会在这个时候开，好对不对？对，我龙科就要多是拿来增伤，不是来对啊，很奇怪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这时候开？我主角当时没亏，我当然是绿珠攻击猪主角。我知道你是要绿珠啊。对啊。不过其实我个人，我都是直接增伤主角就直接出的。对了、啊，习惯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好，有人知道了，有很多木珠把水珠消掉，没错。有哪里要注意的吗？有，你要注意的就是在第五关，你就平民三到五 combo 必须要跃升到六 combo 的水准，至少要五 combo， 不然好像会死哦。送他一波梳子哈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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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哎，应该还有观众，今天应该就比我慢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样一次三层就好像应该不难啊、哦、主角加龙克，主角怎么加龙克啊？我们结束了、结束了
不是，今天真的关卡，今天可以收台了。今天关卡真的是又不是关卡简单，千万不要讲简单，记得知道吗？不然下礼拜的我跟你讲那个路西法会变得很难哦。这关卡真的难，要不是我这个卡牌，我跟你讲哦，过不了。对，我是就给他熬了一把，太困难了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一次就三成就嘞，那好像没有节目嘞。